是我是我是我，我跋涉千里只为去看一场日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文文，我又回来啦。这次呢，带着我的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回来了。这次的专辑概念跟我的第二张《尚未界定》有一点点的像。第二张呢是十首歌，十种不一样的情感。这次呢是九首歌，九种不一样的性格和情绪。有正面的情绪，一定也会有负面的情绪。其实想用这张专辑呢去表达，即使是我们产生了很负面的一些情绪，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非常积极跟正能量的方式去化解它。这次这张专辑呢，可以说对我来讲是音乐种类非常丰富的一张专辑了。除了有 R&B， 有流行，除了有这些不同的风格之外呢，居然还有一首唱跳，恰好也陪我一起走过了《乘风破浪》这个综艺，因此呢也就会有这样一首刺猬。我个人非常喜欢，而且我相信未来的道路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再次的尝试唱跳。是我这首歌吗？我觉得它还蛮酷的。它是一首流行歌曲，但是从它的编曲啊，还有它的歌词，还有它整首歌的演绎的方式，其实我都希望它能够稍微另类一点。包括这次造型啊，还有我们的拍摄啊，从各个方面去体现它，都是一个比较酷，然后稍微有一点另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而且自从我出道以来，我的每一张专辑我都是立志一定要去做一张实体专辑。虽然现在实体专辑已经不是很卖，可能很多人购买实体专辑也没有 CD 机能听了，可能大部分是起到一个收藏的作用了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这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是值得坚持的一个信念。我是一个信念感非常强的人，我觉得发专辑就得是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这样的一个作品，一个东西。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是最值得我开心的一件事情。